已经准备好，我们愿意投资地方，也愿意跟地方一起来合作。重点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县长带着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努力。所以这个曾经在立法院当过立法委员，在行政院当过发言人。哎，各位，发言人不是出来讲讲话而已，发言人必须把行政院所有部会的业务跟政策搞得很清楚的时候，他才可以出来讲话。所以他事实上他知道我们行政院各部会，也知道各部会的人到哪里找什么人做什么事，也知道各部会的政策。他也做过总统府的发言人，所以什么都行不通的时候，他知道要打电话给总统啊。除了做县长，有行政院的支持，也有总统府的支持，至少他打电话是有人接的了。